你送我一个圈套的，是吧？过来摆了一遍。然后在这玩儿。现在就要摔吗？这砍完肉前面可能还有前面全在整，比较好看。哎，好，这一块。我说环境一下。来，你过日子。开始吧。放，看着。你自己全了。先把鸡给摆了。哎，那个，先把鸡给摆了。这一碗没有。那个。 好，你习惯了。上天大概十几分钟就没有，待会儿捞鱼的时候再。